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 LNG 英雄时段。好了，没有，今天是要打一个新模式，叫做无限石斗。好的，那无限石斗的话，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所谓的就是竞技模式，然后最后选择是抽英雄。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后选择英雄会决定你队友跟你的英雄角色是哪一个，懂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反正就是五个同样英雄打五个同样英雄，然后先边讲嘛，然后都再选英雄，最后选择的英雄打对面，对面也是随机大家自己选的嘛，就是随机选出一个，因为可能意见不合，或是意见合，我觉得意见都不合啊，每次跟 NG 打，大家都意见不合，除非你是有一个队友在。如果有队友在的话，我觉得胜算比较高就是了。可是五个脑无脑角对五个无脑角，看对方出球机会吧。我觉得有出球机会就够了。只 要有一次出球机会，基本上就会赢。好，然后边角速度很慢，那我继续解释。然后出装部分的话，建议不要出推荐出装，你可以问一下会玩的或专精武的人。大概怎么出，大概怎么用，他们就会告诉你，应该吧？所以队友很不友善的。哎、欸，这个球叫出球，啊，二十投了，大概像这样子吧。不过打这模式 OP 的角色，像死哥跟提摩，在第一天之后就马上被 ban 掉，被官方 ban 掉，因为太 OP 了，因为两个撞角打提摩会赢。你说卡车是有无限大嘛？可是也不见得。说真的啦，好了，那各位，我们要开始选角喽。你各位做好心理准备，我选克里斯塔。我真想克里斯塔，可是大家都不玩克里斯塔。啊，对，这场最好带传送，传送流很猛的。Death to all betrayers。这些五个盖的不错，不要写法，拜托不要写法。然后有我想玩最新出的角色定爪，白痴哦！我做解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拜托，想克里斯打，可是不要玩写法哦。耶！终于如我的意愿了。Yes！耶！赞呐！五只克里斯打，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没有玩过克里斯达，所以只有想玩克里斯达。好了，对不起各位，我的状态可能不太好，因为败了两场，我觉得对不到这个他妈太多，真的。OK，五只亚速，他们死定了。因为五只亚速说真的啦，他们接到大就全一起上，可是他没有大或是贴不到身就会死得很惨，或者是贴不到，他们贴不到就会死得很惨，大概是这意思吧。然后克里斯打奶奶哦。
奈奈克里斯达，有奈奈克里斯达。他是灵魂的集合体，就感觉很怪啊。啊，没事啊，反正我爽就好。我可以丢我的东西，弄我的家伙们，你们还是吃屎吧。那克里斯达这样叠，就其实很猛了，也不用怎样，就是叠。这我没有玩过欸，抱歉，各位，这是非常有趣的 NG 时代。然后看不到这个家伙的话，就代表他也看不到你，他会以为你是非洲线。干，非洲线来了。哦，我没有啊，有些时候就是对面会看不到你，你看不到对面，因为我打字令就有这个常发生这种事啊。好了，没关系啦。那我国是克里斯达，最好先出攻速，然后出四级，然后完美完装，就再也不用出装备了。30 seconds until minions spawn. Our task is unending. Do not forsake us as he did. He 刚我速跟我连，我刚刚跟他连嘛，对。We are set in motion. Minions have spawned. Our pact. We are called elsewhere. Oh, 点 Q 哦。爽哦！An enemy has been slain.
Back to back we stood. Go, go, go. No,究竟有没有报仇 ？Execute。Vengeance， 我们是复仇者联盟。队友可以丢啊，他表示。We remain true to our克里斯达好猛，超猛的，超猛的。
被吃掉吗？ An ally has been slain. Unstoppable. Why? We are called Elsewhere.谢打个赏赐。We began as one. Destroyed a turret. Nothing is more.升到最高点，耶耶耶！腾腾腾！我要带中级，没事。啊，丢 Q 之后还可以弹给那个，还有刚刚做队友。我队友他是谁啊？好像这个家伙啊 ，fuck。不要太远了，那应该是离太远。
like， 再点一个。如果喜欢就按 like。好爽！射射射射射射射 ！Yeah yeah yeah！他等下拉我，我会拉他。接着啦，对，我想起来，他没有贴我，所以我不能拉他。干！威力啦，好傻啊！亚瑟被电爆了，感觉蛮挑衅的。
好啦，那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收看我们的新模式，我们下一次再见咯，拜拜。